因为阮爸有交代，我有请律师安排阮爸去做抽血检查，结果真正发现阮爸血里底有白药反应啊！白药，看起来真正跟我推断的是同款。所以母信太真正是叫合牌。我有去查过武山集团停车场的监视器画面，我发现武信太要离开的时阵啊，有一段监视器画面去让人删掉去，加上即马即个卖药的反应报告，凡说迄段时间都伊互人家下药啊，家卖粉去，然后才家带走的。阿伯，现在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阮爸是清白的，敢不敢请你别再怀疑阮爸跟吴蝶有任何无正当的关系，因为这对于名声来讲会造成很大影响。妈知道你因为现场的证据你就怀疑信泰跟吴蝶反背你，但是阮大家都很清楚信泰他的做人，就算说你不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吴蝶。不怪我会去帮到蝴蝶，伊在梦中阁特别甲我交代，要食好、睏好，好好过日子。伊阁讲，伊上要紧的人就是我呢。其实迄个时阵蝴蝶就去人害死啊，不过伊煞对我袂放心，所以才会走来甲我托梦的。托梦，可见蝴蝶哦。伊上看心的人是你啦，唔再照你梦境来甲你消息。蝴蝶死的时阵在烦恼我呢，我煞电脑在怀疑对我的爱，怀疑伊是不是对我不忠。蝴蝶，我真正是对不起你，我不是人。我不是人。讲句大麦安尼啦，你听我讲。蝴蝶伊来甲你托梦，唔是要让你感觉你对伊有亏欠，哈？是啦，该死的人不是你，是蝴蝶后壁设计这一切的人。所以你现在应该赶紧振作起来，把害死母仔囝的凶手找出来，叫伊，伊的人爱对伊母仔囝付出代价，安尼母仔囝才有法度行开脚。因为我对蝴蝶有误会，所以我无记住伊最后一面。爱什么人呢？你敢知伊后来生去倒位啊？毕竟少华甲蝴蝶还未离婚啊，伊还是算强家的人，所以警方嘛是联络强家交因处理啊。蝴蝶，是的，我一定替你讨回公道。替人囡仔讨回公道的，蝴蝶，真正是你，你的面来安尼冷气气啦，你伫感觉真寒。真孤单吼！本来还在欢喜，讲总算会当甲蝴蝶撮合你啊，啊，想未到，竟然是这款的局面。蝴蝶，你起来，你给起来啦！你起来，我就有时间去离婚啦。我也不跟你同翡翠首饰啊，我也祝你跟陈东去顾你的宝宝啊。你若是想要赡养费，我也要给你赡养费啊，让你你欢喜为你，好不好？这个时阵你应该是笑得真苍少才对啊，哎，都在这跟他睡去同款啦，蝴蝶，你
起来啦。少怀，我知道你现在没法度接受，不过就算你搁看哪艰苦，对代志嘛无帮助，蝴蝶嘛要醒过来。你顶多让阿姨去烦恼你。我可以懂啊，您，您有没有烦恼我？李嫂，刚才在请你先出去。我想要在这，搁陪蝴蝶一时啊。阿姨，我好少怀，好好跟蝴蝶休息。我在外口等你。蝴蝶甲武信泰，被发现伫个饭店开房间。武信泰啊，就倒伫个门床顶，体内的酒精浓度啊，严重超过标准。房间啊，有真明显的打斗痕迹，佮有拆掉的支票，佮有囡仔的超音波相片。迄当时啊，蝴蝶就已经无生命迹象了。蝴蝶甲武道的，因两人会当讲是无交叉，这较有可能。阿有讲蝴蝶是对付武山集团的一张牌，我真奇怪是啥物原因，结果竟然是牺牲蝴蝶，来当作是甲武山集团毁掉的工具。一时两面，一款手段，那么收获粗残。你是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是在想，这意外实在太过突然了。听讲蝴蝶在家，蝴蝶在哪里？伊的地面上是伫个头壳，凶器是酒干啊，增大来的皮肤组织啊，经过比对了后，甲武信泰是符合的。所有的证据啊，拢指向武信泰，敢若有一点啊，是较意外的。是啥物啊？这 DNA 经过比对了后。蝴蝶捌倒来的囡仔，毋是武信泰。报应，真正是报应啊！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是的啦。之前我搁怀疑你反背我，怀疑你甲武信泰偷来暗器，你伫足生气足想甲我拍对无？无要紧，我替你拍哦。是嘞，我毋是人，我会当怀疑任何个人，我来当怀疑你甲别个查甫人有暧昧嘞。我真正足对不起你，嘛对不起咱的囡仔蝴蝶。你看，我拢已准备好一个手指，要向你求婚啊嘞！你哪会当拢袂挂起？我拢袂看到你欢喜的笑容，你都安尼带咱的女儿来离开啊！你即马着退挂，我相信，只要是你要给蝴蝶，一定拢会足介意的。你看到蝴蝶对吧？少爱，你不是看到鬼魂？进前自来如宾，王如奇啊，你不是嘛看得到？
你可有知影见到伊最后一面呢？哪里？你可有看到蝴蝶啊？伊即摆是不是徛伫遮？伊是不是对我怀疑这个囡仔不是我的，感到足生气的，目屎夹袂连麻花啊？无啦，我无看到蝴蝶伫遮。你别骗我啦！你一定是因为我甲蝴蝶捌失去过你，才点要甲你害死，所以你唔甘愿。你条工，我让我见到蝴蝶最后一面对无？我真正无看到伊啊！你给我骗的你，别骗我！你看袂，你看袂，出来讲无就是无，伊啥算要骗你？伊今日我问我甲蝴蝶呢，就算讲伊看到蝴蝶，伊嘛拍死唔甘愿咯，甲我斗相共啦！陈东俊，你若是搁继续安尼无讲道理，我随甲伊赶出去。你心头要记哩，今嘛蝴蝶配偶人顶冠写的名，搁是龚少怀。李嫂，伊已经有够可怜啦，你莫安尼甲伊骂啦。少怀，是的啦。我拄只失去李迪啊，我无应该对安尼歹下手啦。啊，因为我向失去蝴蝶个囡仔，我真正唔知要变哪只好啦。所以我拜托你，算我求你啊，你着互我知影，蝴蝶即摆是毋是足艰苦个啊？我真正啥物拢无看到啊！不你到底是安怎啊？我拢应该你救安尼。你若是愿意跟我斗相共，你就是要跳山到蝴蝶对啊？好啦，今麦看到我这么痛苦，思念伊，你欢喜吼？你看清楚好无？迄个廖少怀就看袂着鬼魂啊！你安尼为难有啥意思？我只是想要好好甲蝴蝶相识尔尔，安尼够足超过。蝴蝶是安怎让人害死？这就要等警方调查才知影真相。你走来这乱，一点仔意义拢无。还阁有，今日少怀用亲人的身份甲蝴蝶领倒去，无予伊一个人高高大大倒伫个，才阁予伊入来看，伊这已经算是足宽容啊。就亲像我拄则提醒你，你甲蝴蝶无命无分，你根本就无资格徛伫个遮。你唔通袂记哩！你之前甲蝴蝶是安怎伤害江家？少怀若是趁这个机会为难你，我爱让你入来见蝴蝶一面，迄嘛无算是超过。伊若无安尼做，伊阁安慰你，结果咧？你安尼对伊细心地大细声是啥物意思？敢讲你吵吵闹闹，蝴蝶就会转来？伊即马倒伫个遮，你敢要让伊行袂开脚？太衰啦！我真正无看到蝴蝶伫遮，若是会用的，我嘛想要看到伊啊。甲伊讲，我会放手，我会成全你，予伊较欢喜的离开。不过我伫遮等，我拢等袂着啊！我无可能伫蝴蝶面头前。骗你啊，蝴蝶，你无去啊？我后半世人嘛无去啊啦！我唔管啊，一家手指我唔管你是不是有喜欢，你拢甲我挂起，因为安尼后世人，咱若是相拄。我才会当甲你认出来。手机你看见了？你袂去提落来哦。